开搞啊！啊，声音有吧？声音，声音有吧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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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声音，声音，声音有吧？声音有吧？好，首先，Merry Christmas，圣诞节快乐啊！Happy Christmas， 是今天过节嘛？我们来点那个节日气氛的服装，好不好？比较随意一点点，随机 casual。好。是还是在家里好是、啊、我工作室里面这个整个的设备啊都会好很多，比外面会好，会强很多。是的，工作室里面设备还是比较专业一点。晚上好，晚上好。这火星文字体是吧？时光。呵呵呵呵，我们稍等一下，同学还同学正在路上，马上进教室。我们稍等一下啊。哦，我说一下那个同学说那个发货地址怎么办？我跟他说就是那个第三季我们不是要送个礼物吗？对不对？那个第三季啊，那么这个礼物呢，你最好是填家里的地址，不要填学校地址。如果你还上学的话，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发货，我们估计得要年后，因为这个我们把这个东西做，我们看问了快递，大部分都在1月10号左右就全都会。停止接单了，好吧，所以我们在1月10号之前估计做不出来，没这么快，因为那个还挺复杂，还录音嘛，录音还要后期剪辑，还要做二维码，挺复杂的。OK， 所以说你最好记一个就是比较稳定的地址，家里是最好了，好不好？各位懂了吧？三季都报了，为什么进群进不了？问客服，群进不去问客服，在你那个页面上有一个客服嘛，你看见没有？好，我们把这个客户群再说一下，你看着啊。这是 QQ 群，这是第二个群，第二群了，第一群已经满了，那53044416，进群的验证信息啊，就是秒懂英语 ，OK， 就他啊，自取，好啊，欢迎来自取啊，欢迎来自取，好，我再说一下我们那个第三季的礼物是什么东西。第三季的礼物呢，是我们做的一套就是非常有创意的，这可以成为一个专利产品，我觉得怎么会搞点专利产品，对吧？就是把家里面贴满我们的二维码，是吧？比如在马桶上贴一个是度哦，然后呢你可以随时扫一下，然后呢我就会冒出来讲一讲关于这个厕所这个英文怎么说，对吧？讲一讲 OK。 所以说欢迎同学们赶紧上车，第三季课程好不好？我们第三季会在元旦之后开课，非常的快就开课了，就OK， 行了，不等，开始了啊，开始了，开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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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First of all， 首先我们复习一下我们公司的运行，就是我们这个逻辑过程呢，就是整个体系啊，就是逻辑与整个思想，就是想完成一个从公式开始，以公式为基础前提，然后逐渐往上去推导，进入到词汇、语法、口语啊、听力啊这个完整的体系。第三季呢，我们是在真正进入到口语、听力这个程度之前的时候的最后一次做基础能力的这个构架，包括单词。第三季的核心主题就是单词啊，词汇是第三季的核心主题啊。所以说呢，我们先把它复习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个句子，这句话将帮我们来复习一下在公式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学的内容，就这句话你看一下啊。那you have all heard it that man of science work by means of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这两个词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这是归纳和演绎，用得很熟，真的呀，哇塞，是不是你把这个公式学完之后看世界的眼光都不一样的，发现没有，是吧？归纳和演绎，
这两个词啊，归纳和演绎 ，induction and deduction。That by the help of this operation 运行的操作 ，they in a sort of sense 在某种意义上 ，sense 意义嘛意思 ，manage to extract 提取，这个是提取的意思，提取就是扯出来拉出来 ，ex 向外嘛，这个 tract 今天我们会讲到，from the nature 自然界 certain natural laws。And that out of this laws, by some skill, special skill of their own, they build up their theories about the running of the world. Theory, 理论。好，我们把这些单词先给大家先解释了一下。来，这句话怎么操作呢？我们到了第二季之后啊，我们跟大家讲过，就是到第二季之后啊，对一个英句子的操作，首先并不是去找主干，而是把并列找明白，对不对？各位记得吧？把并列整清楚了之后，那么这句话的基本框架就出现，特别简单的就好弄了嘛，特别清晰了就。那么这句话的并列，各位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各位看一眼，并列在哪儿？一旦一个句子的并列整明白了之后，基本上这个就是大局已定。三皇蛋，哇塞，反应这么快！来，找并列，并列在什么地方？看着啊，并列。你要找到是谁和谁并列的，你看这儿，你看我们怎么找的呢 ？And that， 那往前推喽，看见没有 ？That， 哎，你看这个 that 还有一个逗号，言外之意就是前面还有一个吧，逗号嘛，是吧？言外之意前面还有一个，这儿 that 这里，看见没有？鞋子板可以展示一下，你要干嘛呀？你要拍照合影啊？来。看见没有？三个 by 不是啊，跟 by 没有关系啊。这个 by 的前边都没有并列词，跟它有个毛线关系啊？我说，你要找并列，你从这个 and 这个开始突破嘛，对不对？重光，跟它没关系，好不好？这儿的，看见没？这儿的，来，我把它梳理一遍，各位来感受。那 here we go， and that， 三个。为什么是三个呢？因为这两个并列很明显，那么这两个前面有一个逗号，我们讲过并列如果有三个的话，那么前两个是用逗号断开的吧，各位记得吗？是吧？小王逗号小李和小张，所以它是三个的并列。好，所以一句话的并列模式就出现了这里，那 that and that， 那么这是并列的。那我们再看这句话的主干体系，主干你，这是主语咯， have all heard，你已经都听到了，这是谓语吧？听到了什么呢 ？That OK， 这是不是在谓语后面的从句，就是宾语从句啊？那你马上反应过来，宾语从句是不是我们所讲的那个隐藏的双黄蛋呢？各位记不记得我们讲过，宾语从句本质上是两句话吧？就是那个啊 ，I think that 后面一句话，它本质上是两句话构成的，看见没有 ？I think that， 嘟，两句话。后面独立的句子嘛，这是一个隐藏的双黄蛋。言外之意，整个这一句话它有几个蛋，同学们你想一想，它是几句构成的呀？这就看这么长，这句话它一共是由几句话构成的，各位看看几句啊？四句。对了，四句不是三句，四句。为什么呢？因为它自己本身是一句话，看见没有？这个本身是一句话，你已经听说了，主谓，看见没有？这是一句话吧？然后后面还有一个 that， 这第二句，然后 that 第三句， that 第四句， OK， 我们再标一下，这是一，然后这是二，然后这是三，最后这是四， OK， 这个看懂了请发一个 room， 来走一波 room 走一波啊，希望大家真的是在这个体系构架上越来越清晰了，你的内心思路已经明白了。那么当你的体系思路已经明白了之后，就能够理解我们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事情，我们下一步只需要把单词真正把它搞巩固，建立一个真正扎实的词汇量不就可以了吗？这是我们第三季所要做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词汇能力上真正能够有所突破。这个逻辑是逐渐生成的，我说跟我学一定不是首先学单词，而是首先完成思维的构建，对吧？好，来开始。那个
说没看懂为什么是四句话的同学，你是不是没有听我们那个第二季第一节课啊？就是什么叫双黄蛋，你听了没有？第二节课那个隐含双黄蛋，你去复习复习好不好？来，就这些句子其实很多人都看不懂的。我们看着啊，来，我们来逐句解决咯。这样第一句话逐句解决，这是第一句，你听说，这个简单不用管它。来，再看第二句，看着啊，第二句 Man of science work by means of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你看多简单，看见没有，主语 man 对吧，谓语呢动词只有一个 work， 人们工作，宾语呢没有了，后面说是介词短语，往前倒呗，是吧？所以人什么人呢？ of science， 科学的人。什么叫做科学的人呢？你把它翻译稍微通顺一点，就是科学界人士呗，科学界从业人士呗，等等，是吧？科学界人士，然后工作，咋工作的呢？后面这一坨倒序往前提就可以了吧。By means of， 以这个方式，以啥方式呢？ Deduction，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归纳和演绎的方式。 Induction 归纳， deduction 演绎，这个词不认识无所谓咯，你只知道什么 XY 就行了，是吧？就是往前倒，看见没有？所以呢第一句话它的内容就出来了，就是科学界人士是通过归纳和演绎的这些方法来工作的，完美结束。 OK， 这是第一句，是第一句，没问题吧？简单吧？你翻译成科学家也可以了，无所谓，反正一样的嘛，是吧？来，后面来第二句话，继续啊。That by the help of these operations, they, in a sort of sense, manage to extract from nature certain natural laws. 到这儿结束，看见没有？嗯，到这儿结束。学渣班会完整讲解整个语法体系啊，你等着就可以了，反正那么长，是吧？先别提，我好好听啊。来，这一句话。会有一个什么东西出现呢？在这儿，看见没有 ？In a sort of sense， 被两个逗号夹住的，这是不是插入语啊？根据我们翻译的公式的规则，首先对他来说是不是忽略不计的呀 ？OK， 插入语是吧？一定要把它先把它变成一个它插入之前的那个纯洁的状态，听懂了没有？是吧？一个句子被插了之后就不纯洁了，对吧？你先把它退出去，把它回到这个插入之前状态，让它变为一个纯洁句子。好不好？所以呢把它变纯洁之后就发现了，这话的主语是 they， 看见没有？他们。谓语呢 manage to extract， 成功的提取了。宾语呢 natural laws， certain natural laws， 看见没有？他们成功的提取了特定的自然法则。 OK， 呜，什么呜？啥听不懂啊？什么呀？看着我这个无辜的眼神，我说发生什么事了啊？来看着manage to， 成功的做到啊。 manage to do， 购买赠品，零成无限。你为什么要购买？我就没明白，是吧？你是不是没有把第一二三三季报全，是吧？去补去啊，随时可以报，现在可以参加，随时可以后买上课。我们这种专利产品是不送的啊，也是不卖的。你给我1000块，我可能会考虑一下，是吧？差点说我也不卖，但后来一想这个装逼过度了有点，是吧？来，看懂了没有？ OK， 这就 OK 了吧。所以呢 by the help of this operation， 这是状语一，对不对？往前倒了，往前倒了，是吧？就是在这些操作的帮助之下，在这些操作的帮助之下，然后他们呢成功的提取了那个 from the nature， 往前挪，对不对？往前倒嘛，公式基本规则，成功的从自然界中提取了，就是那个状语二，记不记得？在谓语和宾语之间的，看见没有？提取了什么呢？提取了特定的自然法则。OK， 所以整句就完成了。你看见没有？这儿呢，在这些操作的帮助之下，他们成功的从自然界当中提取了特定的自然法则。OK， 没问题吧？至于这个插入语放哪儿随便，就插原处不动了，在某种意义上。所以全句我们走一遍，就是在这些操作的帮助之下，逗号他们，逗号在某种意义上，逗号成功的从自然界中提取了特定的自然法则。为什么加逗号？这是插入语，这不是吗？插入语，这个逗号跟 they 没关系，是这个插入语的逗号，好吧？怎么断开？就跟那个 in my opinion 一样的，被隔断的嘛，被隔断的。 OK， 来，这是第二句，继续了，第三句，来继续啊，第三句 ，and that
out of these laws, by some skills of their own, they built up their theories about the running of our world. OK. With 改成 by, 哪里有个 with? 我看看。我怎么看哪有个 with 改成 by, 哪里有一个 with 啊？好，替换 by 啊，啊可以啊，啊 with 也是一个意思嘛，就是用什么东西嘛。来看着啊，来来来看看看啊，第三句话是不是又有一个插入语？看见没有？这个插入语还挺长的，是吧？这么长一坨，那么首先还是一样，我们把它忽略不计，对不对？先不要管它，然后你看这个构架就出来了吧。Out of these laws, 这是状语，看见没有？然后 they, 谓语 build up, 建立了这 they, 主语build up, 建立了谓语 their theories, 他们的理论 OK, 宾语了，是吧？然后后面这一坨是不是倒叙之后往前一戳就可以啦？ OK, 简单吧？ Out of these laws, 通过这些法律， out of 是通过的意思，通过出于嘛，通过这些法则呢，然后他们建立了他们的理论，啥理论呢？后面这一串倒叙往前提，这个世界的运行的理论，关于嘛，关于这个世界运，我们的世界如何运行的这个理论。OK, 然后把插入语放在别动 ，by some skills of their own, 通过一些特殊技能，啥技能呢 ？of their own, 他们自己的。OK, 内部倒叙就行了嘛，就是通过他们自己的这些特殊的技能，就完成了。所以第三句的全句你看着啊，就是通过这些法则，然后逗号，通过他们自己的一些特殊的技能，逗号，他们建立起来了他们自己关于这个世界如何运行的理论。所以全句来准备好了没有？ Are you ready? 你先自己来一遍试试啊，你看一眼好吧，来自己过一遍，我倒点水啊，自己过一遍看试试啊，希望你能真正感受到你花的这100多块钱的价值，好不好？咱别浪费时间，别浪费钱，是吧？100多块钱干啥不好啊，真是的，是吧？希望这两季学完了之后，你真正能够体会到你内心的强大的构建，这很重要。你看一眼啊，嘟嘟嘟嘟嘟，来，哈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Come on baby, 来开始了啊！来，我来过一遍，各位同学看着啊，我们来体会一下你这个钱到底花什么地方了，好不好？你已经都听说了，听说了什么呢？听说了，哎，你先别管单记单独操作，先完成这个思路构建操作。我们把这个5G学完之后，我会慢慢带你走，怕什么呢？练习还长着呢，先懂再熟练。OK, 好吧，你已经听说了，听说了什么呢？那就是科学界的人们是通过归纳和演绎的方式来工作的，并且撇并列吧，看见没有？并且通过这些运行这些操作的帮助，逗号，他们逗号，在某种意义上逗号，成功的从自然界中提取了特定的自然法则，逗号，并且通过这些法则，逗号，在他们自己的技能的帮助之下，然后逗号，他们建立起来了关于这个世界如何运行的他们自己的理论。完美结束，各位同学，来 room 走一波 ，Come on baby。第三季的报名截止日期怎么这么早？因为我们第三季要送赠品、送礼物嘛，所以我们宁愿就是报名的人少一点点，这样我们可以更加精确一点，好吧？以免送，因为我们是精打细算，你可能不知道，我们这课程我们每天花很长时间讨论钱的事儿，为什么呢？你自己算去嘛，一共才收99块钱，是吧？我们还有计算。快递运费平均得要8块，对不对？还有一些新疆同学，我的妈要命的，都是40块，对不对？46块差不多，是吧？然后呢，还得算那个
那个印刷费用，那个贴纸，对不对？还算设计费用，设计师二维码的这个生成费用，后台的那个运行费用，软件的被改编费用等等的，算来算去，整天算计，整天算计，整天算计哦。就是第三季基本上我们每个人能赚4毛钱，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吧，一个人赚4毛钱，反正还是那句话，开心就好。一个网络课程要做强大，一定是让大家都开心。我宁愿在1000万人身上每人赚5毛钱，也不会在一个人身上每人赚1000块钱，好吧？我觉得在互联网时代，是啊，这个钱是小问题。好，这句话 OK 了吧？这句话 OK 了吧？这句话 OK 了吧？行了没有 ？OK 了吗？中国至少有2亿人需要学英语。如果2亿人都跟我学，说一个人给我1毛钱我都干。说实话，是吧？真的不在乎说需要做别的事情。第三季截止很快，很快，还有几天就不报名了。OK， 行了吗？好。单词不会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口语是第四季才搞的，你慌啥呀、按我的逻辑来，一步步来嘛，来 come on baby， 单词复习，来走一波，来走一波。我们上节课讲到了那个 P， 记不记得旗帜放置，对吧？ P OK， 来走一波，走一波，来啊， come on baby。 那 in the meeting， 在会议当中， hey propose 什么意思啊？记得吗？往前放，提出。He proposed a plan， 提出一个计划 to lure the opponent of out of this castle。Out of， 这叫了个 of， 不好意思，是吧 ？Lure， 记得吧 ？Lure， 是什么意思？引诱、诱惑、勾引，就那个长长的鱼线的诱饵，记不记得 ？OK， 线条，记得吧 ？To lure the opponent， 对手、敌人 ，oppose 不是反对吗？就是放到反面的，记不记得 ？The opponent of his castle 城堡，就是那个 C 啊，包裹、包容，记不记得？城堡 ，OK， castle， if he's exposed， 如果他被曝光了 ，exposed 暴露、曝光 ，ex 在外面，记得吧 ？exposed， we can discover him and capture 抓住 ，OK， 怀抱、抓、逮住、抓住 ，we can capture him as our captive 俘虏咯，就是被抓住那个人 ，captive。啊，一定要你有印象就可以了。一个背单词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就是，哎呀，这个词我好像见过啊，哎呀，我靠，我这个二货这哪见过？哎呀，这肯定见过，是吧？这个过程是不可少的啊，这个过程是最刺激头脑的这个记忆能力的，好不好？这个什么叫没有爱情？就是茫然、漠然，对不对？啊，当你比如说，当你看到一篇法语单词的这个文章的时候，法文的，你扫一眼过去。都是麻木的，对不对？是吧？扫一眼，没有痛感，也没有快乐，这种感觉是最可怕的，好吧？没感觉了就，是吧？熟悉就是一个过程，熟悉。那我们后期我们会反复的带领同学们去练习，你不用着急，看着眼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灰太狼，听懂没有？单词记忆不是说我学一遍就能把它记住的，学一遍，然后哎见过一遍，忘了一遍，又来一遍就熟了啊，就很快了。我们在后期会有很多练习课，别忘记了。Such a plan will impose 施加就是放进去嘛，塞进去，放进去。Will impose great pressure 压力 on our enemy. Therefore, our previous 之前的 pre 记得吧，在前面的之前的。Our previous proposal 建议，就是那个 propose 这个词名词啊，建议就是提出来拿出来嘛。Our proposal is disposed， 记得吗？不放了，做啥 ？Still remember， 记不记得 ？Dispose， 不放了，什么意思？抛弃扔掉就是不要了嘛，是吧？没意义了，不要它了。好，存钱不是它，存钱是往下放，各位记得吧？来 deposit， 这个是存钱呢，记不记得？往下放，存进去嘛。deposit 是往后往下，也是往下放。继续啊，his new plan injects 注入，那
injects 扔进去 J 记不记得扔进去对了抛弃型隐形眼镜就这一次 disposable lens 然后 injects great confidence into our hearts 在我们内心注入了信心和勇气就是它 OK 好慧眼识货啊就是你要感觉到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就这些这个体系建立好了之后当你有一个大概你有一个大概一千个左右的这种书面语言常用词的核心词汇量之后就这个勇气和信心去敢去看文章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去通过一些练习加强就可以了对吧好 OK Here comes our part 2今天的主题部分来了对公式的运行呢我们基本上已经有一个初步逻辑了已经公式运行没有什么可以去进一步深化的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精确这个语法的体系对吧把它搞得比较严谨那我们今天将会看到三个问题就是同位倒装和强调同位倒装和强调这三个问题疑问句和陈述是一样的没有区别不需要重建逻辑体系啊疑问句是把助词提前了把它摆回去不就可以了吗是吧疑问就是倒装的嘛倒装把它摆回去嘛因为我们讲过中文是没有倒装的中文没有倒装没有疑问也是吧也没有强调什么都没有对吧对吧简化这个体系嘛我们将首先看到什么叫做同位Here, 同位中文没有倒装你看着啊这吃了没你这是个错误句子你看你语文怎么学的 Silent Hill 请收下我对你的语文水平的远程鄙视的眼神好吧你语文怎么学的这句话应该是这样子的吃了没你应该是这样子的对吧有个逗号OK 一定不是吃了没你肯定不是这样的啊拜托好不好这是个插入语看见没有插入语来我们第一季就讲过了低调老司机你看了第一季的课没有我们第一季就讲过了拜托第一季啊都已经讲过了是吧就是中文我们所关注这个排序是现代汉语的排序低调老司机你听过第一季课程没有我们上节课上上节课还专门做了古汉语的翻译我说过古汉语的翻译首先是把它要翻译成现代汉语然后才能做排序调整低调老司机记得不我们专门讲过这个问题对吧语言的排序是不断在发生改变的好来继续啊来听完混乱再听一遍咯望穿秋水至少两遍哦至少两遍我们的课程这个逻辑强度每次内容很多强度很大所以如果你基础不太好那么多听一遍嘛好吧来先第一个同位语什么叫同位呢来 take a look 同位意思很简单同位就等于相同是吧同位等于相同那什么叫相同就他们俩是一回事请看这句话 Tom My brother coming 这是我们在中学时候经常做的一个题目让你选两个词一个是 is 一个是 are 那么到底是单数还是复数呢这个是单这个是复对吧这是单数还是复数呢是单数的为什么呢就是这两个是同一个人他如果是两个人应该用一个词就是 and 用它来表达出来才可以吧 Tom and my brother 应该这样写才对是吧我们讲过英文呢、啊、英文这个并列词是绝对不会被省略掉的各位记不记得英文并列词是一定不可能被省掉的是吧中文好像可以 Tom 我哥都来了这不可以吧都可以吧中文瞎搞的肯定可以是吧可以省掉嘛英文不行的哦必须要说全 Tom and my brother 好他既然没有用 and 就表明这俩同一个人 Tom 逗号就是我的哥马上就来了好所以说各位想一想同位语在本质上是不是也是一种插入语啊
它只不过是专门插在名词的后面去解释它。 OK， 听懂了 bug room 吗？什么叫同位语？本质上就是用一个词去解释另外一个词，就是换个说法嘛，换个说法，本质就是换个说法，特别的简单。那么同位语如果很长的话，那么它的内部也是倒叙的。比如说我把这句话写长，你看着，那比如说你唱嘛，逗号，My brother from the US, A, 然后 is coming. 来，各位请体会体会呢。同位语同样可以变得非常的长，看见没有？ Tom, 逗号， My brother from the USA, 就是来自美国的我的那个兄弟，是吧？英文不分哥哥弟弟，都是兄弟，无所大小无所谓的。好，然后 is coming 就来了。它内部同样是倒叙的，看见没有？ OK， 一样的吧，一样的吧。所以同位语其实很简单，特别简洁。那它有什么用处呢？它其实很有用的。我们那个第四季啊，就是第四季呢，我们会教大家写作。第四季啊，我们会开始第四季的主题。第三季的主题是词汇，大家记住啊，就是连词不要。第三季是为了把词汇量搞起来嘛，因为你把这个公式啊语法学完了之后，你会从内心深处有一种想背单词的欲望，对不对？所以第四季啊，我们做什么事？就是产出，就是开始讲口语、听力还有写作这个能力。那么一共五季啊，对啊。那么第五季是文艺啊，是文学啊，回到文学和艺术本身，还有哲学嘛，去理解西方文化嘛，唯心主义哲学，还有莎士比亚等等这么一个体系，好吧？希望我们能够真正就是逼格上天，同学们 ，OK 。第四季我们讲写作，我会告诉大家，这个玩意其实超级有用。为什么呢？来，你看着啊，它是这样的。来，你看，在作文中，比如说，当你碰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名词的时候，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啊，听你第四季啊，碰到一个名词的时候，它很重要。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么一个格式把它写出来，那就是名词一加上定语从句一，然后分号，名词二加上定语从句二分号，然后名词三加上定语从句三逗号，然后加原句。哈哈，看见没有？哈。阅读不讲，那是那个东旭云的事情。我们逻辑英语不讲做题啊，谢谢。那先别提，我好好听啊，好好听，好好听。这个东西我跟你说，你把它学会之后，从此一辈子写作文都不再怕没有话讲了。各位信吗？来，你看着啊，我们写一句话，比如说，假如，Miss 高是我的老师，我们看看啊，那人名、地名都可以了，比如 Miss 高。是吧？人名出现了，马上逗号开始找三个名词同位语并列。同位语是什么呢 ？Miss 高是什么呢？我们要找一个词来解释它。各位记不记得？我们要找一个词来解释它。同学们，找一个词来解释它。它是一个老师吧 ？OK， a teacher， 一个什么 teacher 呢？我们把它用定从句写一下。Who？ 他教我英语了，是吧 ？Who taught me English？ 当我在高中的时候。When I， 你看写句子都能够自己养成倒叙习惯。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就是在我高中的时候教我英语的老师，然后分号，来继续咯，继续啊，继续啊，再找一个词咯。他除了是一个老师，他还能是一个什么呢？同学们，是不是还可以是一个女人，可以吧？一个 lady 是吧 ？OK， 继续来咯 ，a lady。什么 lady 呢？对学生很友好，可不可以啊？很善良。A lady who was very nice to her student， 一个对学生非常友善的老师，是吧？然后继续，他除了是个老师，还可以是个什么呢？还可以是一个朋友，可以吧，同学们，是吧 ？A mother 关你啥事儿啊？我说，跟作者的关系嘛。
a friend 一个朋友，一个啥朋友呢？帮助我的朋友呗。为什么用 was？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A friend who helped me a lot， 然后 when I was in trouble， 是一个当我有困难的时候对我帮助很多的朋友，对吧？逗号，各位同学，这句话写完没有？同学们，啊，写完没有啊？写完没有啊？还没有。这句话在本质上，后面整个这一坨都是插入语，看见没有？啊，他才写了一个 miss 高主语，对不对？还啥也没写呢。来，继续了，来继续写了。比如说，died now， 现在已经挂了，死了。OK， 来 ，take a look。各位同学 ，take a look， 看一眼啊，看一眼。刚才谁问的？为什么用 was？ 各位现在懂了没有啊？因为现在已经挂了。好，来，我们把这句话完整的走一遍，各位看好啊。就是 Miss 高是谁呢？逗号是。在我高中的时候教我英语的一个老师，逗号是一个对他的学生都啊 students 复数，对他的学生非常非常友善的女士，然后逗号是一个当我有困难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帮助的朋友，逗号现在已经挂了， has died now， 最好是 has 是吧，完成 has died now， 语法更加精准一些。 OK，三个同位语，看见没有？ Miss 高，逗号， a teacher， 那 a lady， 那 a friend， that's it。 所以同位语多么强大，各位读过外国文章没有啊？我们就是五季结束之后，我们每天那个语音课程就不会是只看新闻节选了，我们会看比较长的完整新闻，每天好吧，我们有个专门的电频道的。那么你会发现外国人在写文章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遇到人名或者地名就会各种装逼来一遍，什么叫这个人干嘛的之类的，是吧？一个机构逗号都来一串吧，经常搞这个事儿，同学啊，很正常。好，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句型把它定义为 Miss 高句型。 OK， 希望各位能够体会好吧。当然这个句型其实还是非常 low 逼的，真的很 low 逼的，因为真正想写出好句子一定是比较短而美的，这个太长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凑字数，对吧？我曾经做过一个那个实验，你看着啊，最近我这个手气很爽，大家看到我们昨天发的那个微信朋友圈还有 QQ 空间看到发了没有，前天晚上讲了一个课，又顺便压中了昨天的考研作文原文，是吧？真题原题，哎呀，我发现这个人太善良之后啊，这老天会有回报，我觉得是吧。好，当然作文是我们第四季的这个主题，我们就提示啊，就提示一下好吧。 OK， 我今年已经压中了高考全国高考一卷作文、全国高考二卷作文和考研的作文，我觉得还算可以，还算可以了啊。好，继续，明年继续了。嗯，口语第四季啊，慌啥？就是口语、听力和写作，我们把这三个放到一块儿，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都属于产出，对吧？如果没死就没这句话了，就句子就不一样了，就违法做时态了，就。Has died， 对啊，断时态啊，已经死了，没有讲什么时候死的嘛，就是到现在为止已经没了嘛，我没有说他什么时候死的嘛，好吧，来继续，忘记了吗？完成的意义啊，就到现在为止已经做过了，明年有考研的课也是在有道上，等着寒假推出。好，先别提问，我们开始来把课讲完，先别提问啊。OK， 是同位语的。那各位想一想，就是这个同位语啊，它是用一个词来解释一个词，对不对？那各位想一想，
我这是名词一，名词二嘛。名词二是用来解释名词一的，它可以是解释主语或者是解释宾语都可以吧。那么同样的道理，我是不是完全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一个词啊？是不是也可以啊？来，各位看一眼呢， Take a look， 这里同位语从句，这是个毛线意思呢？还是一样的，我们刚才是用一个名词来解释一个名词，那我们现在将用一句话来解释一个名词。来，看着啊，这个是一回事了。 She hates the idea that we should abandon her， 她非常讨厌这个想法。什么想法呢？ That we should abandon her， 我们应当放弃她。各位想一想，我们应当放弃她，这句话它是不是就是这个想法的内容解释啊？他们两个能够完全打等号，看见没有？这就叫做同位语从句，这不是宾语的，这个是宾语啊，啊，谓语是讨厌，宾语是想法啊，他是把宾语用一句话解释了一遍，看见没有？你可以理解为这两个都是宾语的，这是宾语，这也是宾语，看见没？所以说它是可以单独翻译的，它特别的像定语从句，发现没有？它们什么区别呢？你看我写一个，你看你就知道了。 She hates the idea that you said， 她非常讨厌你说的那个想法。 OK， 定语从句是划范围的，什么什么什么的，看见没有？的嘛，它画的范围，也就是说你说的并不是这个想法本身的内容，它不是去解释它，不能打等号，它只是画个范围，哪个想法呀？你说的那个想法。而同位语从句呢，是完全内容的解释，看见没有？它是完全一回事的。哪些词需要对内容解释呢？就是抽象名词，想法呀，梦想啊，是吧，建议呀，类似这些，各位能理解吧？这些抽象词啊，需要解释名词内容。那么这个语法点我们需不需要详细了解呢？不需要。为什么呢？它不影响排序。你看着，我们同样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定语从句往前去排，也可以，无所谓，无所谓。对的，同语可以删掉它，因为它是解释的嘛，你可以不解释，是吧？你看到，那它非常讨厌我们要把它放弃掉的这个想法，是不是也可以啊？中文把这个东西跟定语是同样处理的，听懂了发个 room 吗？ OK， 看不出来无所谓啊，跟定语可以同时进行，中文也能接受。当然如果能看出来最好了，是吧，更好一些。好，就是中文这个的这个字啊，其实特别强大，特别强大。我没有讲过同位语从句也是定语从句，我说的是同位语从句和定语从句都可以往前挪倒序去翻译，中文都能接受，好吧？宾语从句就是谓语后面的从句啊，就没有这个了，就没有这个了，你把这个去掉就变成宾语从句，看见没有？来，就这样了嘛，是吧？ OK， 别搞混了啊，宾语从句是在谓语后面的。是的，就是差不多，就是差不多的。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同位，所谓同位就是相同。所以你看这个语法书，这种挺这么挺无聊的，什么同位语，就是都不好理解，发现没有？是吧，莫名其妙的都，莫名其妙的。好，看回放三节，好吧？他你看不懂就无所谓，反正跟定从句是一样倒序嘛。就是用一句话来解释一个词内容是什么，就你这个想法到底是什么。我们在之前看到这里啊，是用一个词来解释它的，是吧，一个词解释另外一个词，在这里变成了用一句话去解释一个词。所以说它的标准翻译应该是他非常讨厌这个想法，即我们会放弃掉它。如果你不分开翻也可以，你可以单独来把它倒序也是一样的，他非常讨厌我们应当放弃掉他的那个想法。对的，就是把这个想法展开来讲，就这个意思。林丹大同学很对啊。好，
这是今天第一个问题。今天第二个问题就是倒装。第三季开课元旦之后啊，很快的，我们节奏很快的。倒装，哈哈，这是很多同学怕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怕它呢？我觉得很奇怪，是吧？你要首先懂一个道理，就是为什么要倒装。那倒装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调，同位从句跟宾语从句没有区别啊，就是宾语的延伸嘛，它是个延伸过程，语义是完等同的，重叠的是。首先我们要懂的是中文是没这个玩意儿的，对吧？这个倒装句啊，中文是没有它的，是没有的，没这个，没这个，没这个。为啥没有呢？各位想一想，中文是用什么来表达强调的呀？倒装为了强调，就是本来一句话有一个正常的顺序，对不对？那么呢，我们把这个比较重要的词啊，把它放到前面去，这就叫做倒装，各位能理解吧？啊，中文是没这个的，没这个，只有语气虚词。我很爱你是一个这种语气啊，左右宾吗？没任何倒装啊，你给我滚也是没倒装啊，是吧？说两个谓语啊，给我然后滚。所谓倒装句是句式的排序逻辑的变化嘛。那么中文一般靠什么来倒装呢？靠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副词，一些语气虚词，很啊，非常啊，真的呀，这些词，对吧？是靠这个副词，还有那些 语音的副词，啊，哦，嗯，这些，对不对？滚，你这也不是倒装啊，你有逗号，这是插入语，拜托，等风来，还没反应过来啊，在整句中不会出现的，好吧？来，所以说，首先中文第一种是靠副词表达的，第二种靠什么呢？靠的是重音。重音就是音调的高低，它就也会影响到。滚你丫的是一个正常语句啊，你滚你丫的把主语补全，祈使句嘛，是吧？主谓宾这么强大，这么明显，看不懂啊，没任何变化。重音，重音的不同会导致一句话的意思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很经典的就是那个，哎呀，这个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唉，其实很学术，但是不懂我的人会觉得很，这个知我者是吧？算了，不说了。啊，讲一讲，讲一讲，别投诉我，这是纯学术啊！你如果投诉我，就说明你这人太二了，太低等，太低级，好吧？来。这是一个纯学术，就是中文呐、啊，这个语音语气它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呢？比如说你看这两个字，我们日常常用语，对不对？每天都经常用，它的重音位置不一样，这个含义是完全不同的，看见没有？比如说你要表达愤怒，这个重音就应该在后面，看见没有？我操，什么情况？ OK， 表示愤怒，表示惊讶呢，重音在前面，对吧？我操，真的呀？不会吧？ OK， 重音在前面。如果都去掉重音，全变成平音呢，那表示很舒服，很开心，对吧？哎呦我操，哎呦我操啊，爽了爽了爽了，哎呦哎呦我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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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表示很舒服，是吧？然后哎呀，这个很多种组合了，好不好？ OK， 是不是的？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各位同学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啊？
牛的妈，哈哈哈，这个是真纯学术啊，纯学术，牛子在看直播啊，真的啊，哈哈，呵呵。小妞子，好久不见啊！给你个眼神，纯学术，OK。还有啊，还有，当然还有啊，两个都重音嘛，是吧？啊，很多种啦，这个组很多了，就是大概都有了就行了，OK。我操，就是爽死了！所以说，通过这个例子，你会发现中文跟英文呢。他们表达情感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先懂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叫做倒装，本质上就是为了强调这个事情，它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对吧？那怎么有哪些东西需要强调呢？中文如果要强调，把这个词把它重音就可以了。英文怎么样去强调的呢？首先是一些副词，就是状语一可以需要强调，有些状语是需要强调的。比如说，你看一个标准语序，I can understand this him only in this way，这是一个正常语序，对吧？我能够理解他，主谓宾。我能够怎么样理解他呢？Only in this way，这是一个状语，要放到这儿来，看见没有？放它，这是个状语二，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如果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only in this way，我只有以这个方式才能理解它。中文如果要强调这个，以这个方式，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词儿把它说声音说重就可以了吧？英文不行，英文重音没意义，它需要你既然要强调它，那就把它放到前面去了。为什么呢？我们讲过了。英文是不是重心在前面的呀？主干先行，废话后置，记不记得？OK，你既然要强调它，那就把它放到前面去呗。Only in this way，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才能够理解它。好，但是你光把这个放到前面是不够的，你还需要把助词 can 也提前。Only in this way can I understand him，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你在这么多年当中，没有任何英语老师能给你讲明白，他只会告诉你这是固定搭配，这叫习惯用法。我呸，习惯你个狗屁习惯，是吧？这帮 low 货真受不了，哪有什么习惯嘛？为什么呀？你看我们的公式就知道了。如果助词不提前的话，那么 only in this way 把它放到前面没有任何意义，它只不过是个状语一。从这个位置变成这个位置而已。我们公式说了，状语本来就能放到句子前面，它属于正常语序。各位听懂了没有？如果没有这个助词提前，它就不能产生强调的后果。听懂了发个 room 吗？公式记得不？状语本来就能够放到最前面，所以光提前它是不够的，不能够产生构架的变化。如果你不懂这个公式，你就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产生？所以说，一个倒装句就出现了。来，Only in this way can I understand him。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够理解他。请各位再次体会公式的强大，体会到了就赶紧去报名第三季，哈哈哈，顺便插入广告，插入语，是吧？对，上我的课一定要把纸巾随时把纸巾备好啊，随时高潮。OK，为啥只提前助词？在别的不能提了，这个语序不能动啊，看见没有？这你只能动你要，你只能够动你要强调的部分嘛，别的不能动，动了不就乱了吗？倒装句不是去破坏整个句子的构架，而是去完成重点的事情往前挪，对不对？别的不要管它，万一后面是定语，跟是不是定语没关系啊。你要强调啥，就把啥放前面去，好不好？来，我们看一下。那么类似这种呢，需要强调的有哪些词呢？跟这个 only 相类似的，还有这些，你看一眼，那 never 从不，seldom 很少，scarcely 很少
hardly 几乎不 nowhere 哪也没有 no longer 再也不这样了 OK 所以你只需要去换一些词就可以了你现在需要做的只是去换词就可以了好吧、比如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它我们来看一眼正常语序正常语序是这样的应该是完成时态从没有嘛是吧没有具体时间 I have never heard of him OK 你看一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这是一个正常语序 I have never heard of him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好如果你要强调从来没有这个事情那我们的中文就把这个从来没有把它提高音量就可以了吧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看见没有 OK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对吧就行了吗这是中文的方式特别简单对不对你只要嗓子好随时可以强调看见没有好那么英文怎么办的呢英文不能这样英文需要来倒一倒那把 never 先提前这个放这儿来 OK 那么光提前 never 是不够的我们讲过状语本来就能够放到句子的前面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为了体现倒装的价值为了体现这个构架发生的变化为了真正带来强调的感觉什么叫强调啊英文的强调就是跟平时说话不一样就要强调就那个虚拟一样各位记不记得我们的虚拟是不是也故意的搞成跟平时的不一样啊记不记得 OK 那个虚拟啊记得不虚拟的目的是不是也是跟过去不一样啊是吧强调也是的跟平时不一样就强调了不同嘛不同就会引人注目是吧我们一般人大家全都穿得非常谨慎你呢穿个丁字裤是不是立马与众不同然后呢能够马上被人看见呢与众不同就能有强调意义对吧为了实现与众不同你光把 never 提前是不够的我们讲过根据我们的公式这种助词它本来就能放到最前面状语嘛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把这个助词 have 也提前就行了所以说这句话就写完了就你看见没有它的倒装句就这样子的就是把 never 放最前面因为这个最重要对不对这个助词倒不是那么重要放第二个它只是一个结构意义的嘛 never have I heard of him never have I heard of him 你看跟刚才那个是不是一回事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那么这两句话谁对呢都对这两句话都是对的只不过第二句话它更加强调从来没有这个事情 OK 听懂了发个 room 吗倒装句的逻辑别着急步步来慌什么呢真是哦你最好是按着顺序听不要跳着来听哦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同学没有那个报名第一季或者第二季没报全的一定是个完整过程好吧如果是个过去式没有助词就增加嘛比如说我给你举例子啊你可以增加进去比如说 did 嘛看见没有怎么会呢任何的句都有助词只不过被省掉了而已对不对比如你看跟被动没关系跟它没关系的比如说我以前很少写信I seldom wrote letters. 我之前很少写信，看见没有？来，我之前很少写信，还是一样的啦。你要去强调很少，来把 seldom 提前，对不对？那么这句的助词是哪个呢？你看 wrote 过去式，它的助词是不是 did 呀？看见没有？就是 seldom。Did I write letters? 我很少写信。当然这个 did 有了之后后面就用原形了吧就不用过去式了。因为过去式只要去体现一次就够了。嗯。这是动词怎么会用 was 呢这不是是啊这是动词啊用 do 的呀。
是吧 ？Was 用于名词和形容词嘛？好，这是问的什么呀？有的助词，有的不需要助动词，问的什么？是不是看不清楚了都？啊 ，do 也可以强调，是的，那个不影响排序，不是倒装句嘛，那是语气词。对，像疑问句，你就这就对了，因为疑问句本身它也是倒装，看见没有？比如说 ，What is your name？ 看见没有？这不是一样的吗？按照我们的中文的理解，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你叫啥名字啊？应该是 Your name is what？ 看见没有？你的名字是啥呀 ？Your name is what？ 然后还是一样喽，我们要强调 what， 对不对？把 what 提前了，然后呢，光有它提前不够，助词也提前，所以就变成这个 What is your name？ 它是一样的。OK， 就这样子的，懂了没有？就是其实上就是疑问句跟这个倒装句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有否定意义，也不一定呢、啊。那个 only 就不一定是否定意义啊，这就不是否定的呀、啊， only in this 就不是否定意义啊，看见没？就是否定比较常见一些而已啊，那个比较常见。好，never I haven't written letter， 不行啊，你光提前 never 不够啊，你必须把那个 have 往前提啊。不能只提一个助词，一定要提前，不然没有任何倒装的意义啊，在公式上不成立。你仔细看一下回放，我们讲的为什么会有把助词提前这个环节，对吧？因为光有一个助词，光一个你的强调词在前面是不够的，它不能够体现跟别的句子不一样。对，这就对了 ，Never have I heard of him， 这是对的。我们再举个例子，好吧，大家明白？比如这个词呢 ，hardly 几乎不。这是否定的 ，hardly 几乎不。你看啊，就是连助词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同学，请你一定要去报名参加学渣逆袭班，好不好 ？OK， 这是语言基本常识，它没有实际意义，它只是帮助动词的。比如说 ，I know you， 我认识你，助词是哪个？就是 do 嘛，它被省掉了，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是疑问句就要出来了吧 ？Do I know you？ 我认识你吗？看见没有，它就出现了，这就是助词。助词有这么几个词，有 do 啊 don't， 还有 am are is 这些 be 动词了，还有什么 can 呢、啊、这种助词了，是吧？情态动词这些。好，这个非常的基础，所以说我们就不在这个课上讲了，好不好？如果这个你也不知道，请参加学渣逆袭班， OK， 好吧？我们会以更加基础的方式去完成这个过程，否则的话会耽误我们的整个进程，因为我们不会去讲绝大多数同学都知道的东西，好吧，请你理解，不然没完了就好。我们以这个 hardly 来举例子，几乎不。如果你要强调它，比如说 这句话，看到我们换一个助词 ，I am hardly happy。我很少很高兴，几乎都是不高兴的。那 OK， 如果你要去强调 hardly， 几乎不，怎么办呢？把它往前挪喽，是吧？光挪它是不够的，这个 am 也往前挪吧，放这儿，就是 hardly am I happy。hardly am I happy。OK， 就这样，懂了没有？现在懂了，发个 room。其实很简洁的，这个倒装就是本质就是强调它。那么强调你就往前挪了，是吧？谁在前面谁重要，基本规则跟中文不一样。中文其实是谁在后面谁比较重要，对不对？跟中文不一样的。好，那么还有一个所谓的这么短也需要强调这个。这个强调跟长短是没有关系的，这位同学，是吧？这个强调跟长短无关，好吧？任何时候随时可以强调。下一个全倒装，对啊，
那也是一回事啊，艾伦不是还是到哈登倒装一样的吗？你和老外聊天把 IM 省略为 AM 了，哎呀，这个是属于网上聊天吧，网络语言打字都瞎搞的，都乱搞的，很正常。我们被他们上嘛，什么什么石动燃具啊什么之类的，是吧？很正常，瞎搞的是省略嘛。好，什么叫全倒装呢？这是一个非常胡扯的概念，其实没这个玩意儿。你看着啊，对中文来讲，全倒装是最好理解的。全倒装目的还不是强调，强调也是一样的嘛。你看着，它的本意上就是 a cat lies in the house。一只猫躺在房子里头，这是中文英文的正常语序，对吧？那么他为了强调在房间里头怎么办呢？哦，那我就把这个在房间里头把它放到前面去咯，是吧？那么把它放到前面去之后还不够，我们刚才这些副词的方式啊，是把这些助词提前的，看见没有？那么这种情况如果是一个介词短语，它不是那些副词，不是那个表示副词强调仅仅啊什么什么从不啊几乎不啊，如果不是这种副词的话，单独就是一个介词短语，那么这时候你都不需要把助词提前，你直接把这个主谓宾彻底颠倒就可以了。 In the house lies a cat， 在房子里面躺着一只猫，这个语法现象是可以完全忽略不计的。为什么呢？因为中文正好符合这个情况，大家发现没有？你怎么去简单理解呢？所以全倒装就是变成中文语序，听懂了吗？其实特别好理解，因为中文正好合适，在房子里躺着一只猫和一只猫躺在房子里，是不是都可以啊？看见没有？所以全倒装正好就符合了中文造型。那么为什么这种情况不需要把助词提前呢？因为别人不会，因为这种副词倒装是逼格很高的写法，是读书人才会的，你还需要找到它的谓语助动词是啥，对吧？普通人民群众不会玩这个东西，在哪儿有个什么东西啊，什么时候有啥呀，太常用了，这个时候呢只要彻底倒过来就可以了，特别简单哦。主要就是时间地点，在什么地方啊，在什么时间啊，什么之类的。 OK 对，就是你要找主干，一定是把它调成正常语序再找主干嘛。比如说你看，这对，这就叫做草根版倒装。对了，就这个意思啊，就是文盲版的简易版，听懂没有？比如说 Now comes my love， 嘿嘿嘿，对的，全倒装其实特别 low， 看见没有？来 Now comes my love，看它的全本来的语序应该是我的爱人现在来了， My love comes now， 看见没有？那只不过呢你现在要强调这个 now， 很简单的 Now comes my love， 现在来了我的爱，一样的嘛，道理是一样的。这种全倒装的句子在什么地方用的比较多呢？我来告诉大家，在台词上比较多。对了，就是口语化的台词，舞台语言，剧场，各位能理解不？是吧？台词或者就这种时候 ，Here goes a fire， 啊，开火吧，这种情况是吧？这比较多一些。在正常的讲话的时候是不会这么去讲的，一定是 a cat lies in the house， 就这样。作文不要写它，这个非常口语化。OK。OK， 懂了没？懂了没？懂了没？其实倒装很好懂，你想通它的原理就很好理解，想不通原理嘛，愁死人，各种往这往这挪，那往那挪之类的，挪得烦死人，是吧？你的重点是需要理解这个半所谓的半倒装，这个语法很扯淡，什么半倒装，还有全倒装，
这到底是个 what？ 我的天，莫名其妙是吧？我们尽量不要去采用这些词，好不好？跟你没关系啊，跟你没关系，莫名其妙的。你要记住，如果是那些对这些具有否定意义或者强调意义的这些副词到端的时候，光把这个副词提前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把助词提前。为什么呢？只有结构变化了，才有倒装意义，对吧？至于这些时间、地点、介词、短语放前面倒装，它的目的是为了就是回到中文逻辑，跟汉语是一样的，好不好 ？OK， in a house like a cat。比如说，你看呢？对，前一种更加逼格高一些。你看这个。In my heart， runs 10,000， 看到没有 ？OK， 这是非常口语化的用法。In my heart runs 10,000 草泥马。OK。心中万匹草泥马奔腾，看见没有？特别好用，跟中文是不是正好合适啊？在我心中奔跑着一万匹草泥马，看见没有？应该是一万匹草泥马 runs in my heart。OK， 看懂了发个 room。这是我们在网络语言中常用的吧？所以所谓的全倒装，本质上就是，哎呀。dramatize 体现这种剧场效果 dramatize。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那么不行，你要到就到，不要到一半啊，学生，这个不可以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强调句，对吧？那个强调句是干嘛的呢？其实这个语法是错误的概念。为什么呢？你看我们这里写的是叫做倒装和强调，其实这个是非常扯的事情。大家想一想，既然倒装句就是为了强调，它就不能跟强调句并列了吧？在逻辑上，它们不能成立并列关系，发现没有？是不是啊？是不是？是不是？能？是不是？能理解吧？强调句干嘛的呢？就是你看，我们看这句话，你看 ，你看。我们刚才是为了去强调 only in this way， 看见没有？所以说我们是把它放到前面去的，然后把助词提前，对不对？但是这句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强调它呀？比如说如果是一个中文，我如果要强调一个名词，我把这个名词的音量调高就可以了吧？就是我只有通过这个方式才能理解它。 OK， 这是中文的方法，对不对？那英文咋整呢？单个的名词往前提不太好，同学们，一个名词放前面莫名其妙，对吧？会跟主语搞混了吧？那怎么办呢？如果你要强调一个名词，特别简单，用这个 it is that， 把它一夹就可以了。 OK， it is that， 你要强调哪个名词，就把那个哪个名词把它放到这儿就可以了，原句的顺序保持不变，只不过没这个词了而已。听懂了没有？比如说这句话，如果你要强调这个 him， 怎么写呢？就是 it is him， 然后 that I can， 其他都不要变， understand in this way。 这是强调名词的方法。我们刚才强调的是那些副词、介词、短语、状语一，记得吧 ？OK， 就它。好 ，only 别丢是吧 ？Only in this way， 这是强调名词的方法。OK， 强调句后面这是名词，主语从句这不是名词，好理解吧？那我可以强调这个，我是不是也可以强调我呀？这也可以吧？同样的，把我往这里放就可以了。It is I that can only understand in this way， 也行哦，都行。你要强调哪个名词，就往那一放就行了。啊，不能用 me 啊，用 I 啊，
一定是用 i 呀，看见没有？It is I that 嘟嘟嘟嘟嘟嘟，这样子的，这跟宾格没关系啊。这个 it is that 这只是一个虚拟的结构，它根本就不存在的，好不好？它可以去掉之后不影响原句的意思嘛？言外之意，它还是主语啊 ，I 还是主语啊，这两个没什么用处的，懂了没有？不能改成宾格，啊、嗯，还是它。能强调动词吗？哦，当然可以啊，我、哦、当然可以啊。那，比如说 ，I love you， 你要强调这个 love， 是吧？加个 do 咯，把助词往前放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之下，这个 do 是被省掉的，对不对？你可以强调它 ，I do love you， 很简单啊、哦。找主谓混淆不会啊，因为看到强调句之后 ，it is I that love you， 比如这个，是我爱你，我要强调爱，看见没有？我怎样找主干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把强调句去掉，因为中文是没有强调句的，去掉之后这句话才会露出来，听懂了没 ？OK， 懂了没有？把它去掉嘛，这个不要管它，它不要影响这个句子的本身，不影响它。形式主语从句的 it 后面不是名词啊，强调句是加名词结构的，很好区别、啊，就这样。你强调宾语就用宾格了吗？刚刚不是写过吗？强调这个 him 吗？如果强调对你有帮助，这句话没有对你有帮助，哪有这个词啊？你不能自己加进去了，好吧？强调必须用 it is that 这个句型，不是的，倒装句也是强调啊，都是一样的。What a day it is 什么意思啊？你要问什么呀？它又不是强调句，那。强调句和主语从句的区别，我再说一遍。你看，我们再举一个主语从句，你看啊，来 ，It is important that you go home。你看，你回家是很重要的。It is important that you go home。那这个很好处理了，这是主语从句的，强调句呢？It is you that I love。跟后面是不是句子没关系？这后面这些句也是句子啊。它们的区别非常简单。我们讲过，强调句是对名词的强调，也就是说，它们的中间 it is that 中间是一个名词概念，代词、名词，看见没有？只要是这种就是强调句。那么如果是它的话，就把这个 it is that 都去掉就可以了。那就是 you。I love 摆回去了，是吧 ？I love you。那么这种就不一样了。It is important。你看形容词，看见没有？所以它后面整个这一句话是放到这儿来的，替换这个 it， 对吧？你回家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区别。OK， 这就是区别。强调句只能是对，就是这种 it is that 结构强调句啊，这种强调句只能是对名词的强调。名词或者代词的强调，简单吧？跟后面是不是句子没有关系的。What 跟 how 是感叹句嘛？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倒装，它都不算倒装了，就对名词的强调。比如说 ，How important 真重要啊 ，It is， 后面是正常语序的，它没倒装着。只不过把这个很重要往前放就行了，这种呢就非常低级，都不存在倒装性。如果强调的是一件事情呢，什么意思？对啊，什么叫如果强调一件事情？不知道你在问啥。
industry 不就这个玩意儿吗？就这个吗？不就这个吗？那跟 in the house 有个毛线区别啊？是吧？这不是一回事啊？难得弄还不是跟这个一样的，就这个词嘛，跟这个是一样的，否定词啊。强调 important 就变成那个主语从句了嘛，也就是说主语从句它也具有强调含义嘛。It is important， 然后 that you go home 变成这样子了，它不就二合一了吗？中文不需要翻译强调句啊，中文只需要把音调提高就可以了，对吧？中文只需要音调提高就行了。它没有什么句子需要单独做它，对，还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强调句，你只需要把这个强调的部分把它去掉就 OK 了，那么原句就会露出来，对不对？它依然是在公式的运行的范围之内在进行就行了。强调小狗很漂亮这个事情怎么办？什么意思啊？你强调你只能强调某一个词吗？谁整句话都强调，你就说完了都。强调是要说的是在一句话当中哪一个更加更重要一些，听懂了没有？这叫强调句。我说啊，谁需要整句强调干嘛呀？都重要就不重要了好不好？你可以使用感叹句咯，就是刚刚说那个 How beautiful 那个是吧，是吧？那个都不是倒装句了，就 How pretty 真漂亮啊，然后后面是一个标准句子嘛， The dog is， 可以这么来写了，这是一个正常语序的，对吧？所谓的那个感叹句嘛，跟疑问句差不多，懂了没有？好，所以呢我们把它做一个这个简单的总结啊，就是强调可以强调一句话当中的这样几件事情。第一个，我可以强调一个副词概念，具有非常浓重的这种否定副词啊，或者强肯定副词，比如 only 之类的。是吧？这第一种，只有这个时候啊，从不啊，等等等等等等，这第一种强调。那么这种强调呢，我们把副词提前之后，把助词也提前就可以了，这第一种。然后第二种强调是什么呢？就是我要强调一个时间或者地点的状语，对吧？那么这时候把整句都倒装就行了。这个整句倒装很简单，跟中文正好是吻合的。就那个跟这个就这个玩意儿，对吧？第三种强调是什么呢？就是 it is blah that 这个结构。那么这个时候呢，中间只能是名词。你看这个强调地点状语，你看 mine 同学，这不就变成了主语从句了吗？看懂，后面是一个整个句子，看见没有 ？OK。He bought the books yesterday in the shop， 是吧？它会就是强调句跟主语从句会融合在一起的，它算是一回事嘛。这是第三种情况，所以真正的强调句本质上就是这三种，那个倒装句都不算，就是把那个什么感叹句都不算。感叹句都不算，它没倒装嘛，没有任何倒置。OK， 现在好了没有？懂了没？就三类，这个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一类，对某个副词的强调倒装，以及这个 it is that 这个结构，对某个名词的倒装，这两种是用的比较多的情况。因为名词跟副词的强调是最常见的，对吧？是最容易在讲话的时候去说这个事情很重要的。
行了吧，行了吧？为什么要问重复的问题呢？你在听课没有啊 ，Simon？ 刚才有人问过了，只有否定副词吗？我专门回答了。OK， 看回放，是不是来晚了？好，This is our part two today about grammar， 关于这个倒装强调，其实就是一回事了。为了表达很重要嘛。那么下面我们将看到今天的第三部分 ，part three， 这也是我们第三季的核心重点。Words 单词，倒点水啊，等会儿啊，歇会儿。啊，今天肯定拖堂，今天啊，希望每一节课内容都很多，好不好？就是希望每一节课都够你复习一个一星期，差不多这种感觉。嘿嘿嘿。好，让我稍微歇会儿啊。哎，我的勺子呢？没事啊，我们就是这样，就是每一节课都希望大家能够，就是一个好的课程一定是让你感觉到很紧张，就是我这节课我能跟上，但是呢我觉得内容太多，根本有点很吃力，这种课程才能够真的适合你去慢慢复习和品味和回嚼。一节课感觉没什么内容，天天干嘛呀，是吧？没意思，没好，不好玩。就我们今天其实已经讲了很多内容了，已经，对吧？但还不够，高潮会一个接一个。哎，我的勺子哪去？头疼。哎，我这太乱了。等一下，我要喝点蜂蜜啊，因为嗓子有点哑了。要什么筷子，真是，就搅和一下嘛，有啥？来，开搞。Suck it， 来。
琴棋书画，你不要提醒我这个事儿，行不行？我也突然想起来，刚去厕所了，对，不好意思，来继续啊，来。OK，part three words vocabulary。我再次强调一下，就是第三季，不要说了，不要说，不要说了啊，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了。第三季，我们的核心主题就是单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跟我学到这个程度之后，把前两季这个逻辑体系建立好了之后，你自己内心深处，其实都有一种非常想去背单词的这种原始欲望，各位有了没有？啊，有了吗？有了吗？有了吗？应该有了吧？你发现，哇塞，我居然可以看懂这个，看懂那个，看懂这个，看懂那个了，是吧？那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我就不能够多认识一些词儿呢？好，所以呢，我们将会继续沿着这个思路开始，不断的去提升自己对词汇的这种构建过程。没毅力，我教你啊，没毅力，是吧？这个不叫做广告，跟大家讲讲，就是我们第三季做什么事情嘛，不要瞎报名，是吧？嗯，好，我们是有这个逻辑体系的。我们上节课讲到了 P 的逻辑，其实逐层推进之后，你就能理解。我这个研究实际上是很有道理的，尽管某些可能听起来有点奇怪，我们现在在研究一些字母的构成的时候啊，还有很多还不是很透彻，但是绝大部分都还是非常非常精准的。T 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来，take a look，各位你猜一猜，就是你自己感觉 T 可能是什么意思啊？你自己你想一想。你认为它可能是啥？这个词很重要。锤子、钉子裤，不是不是不是，这个 T 呀，我认为在中文当中，它所对称的这个结构，就是这个偏旁，竹字旁。你可以在网上去看一下竹字旁这个结构的这个甲骨文的形象，跟 T 是非常的像的啊，特别的像的。那为什么呢？它其实来自这个，我觉得你可以把它画得更加像一点，可以设计为这个造型，拐杖，看见没有？这个造型 T 呀，但它更多的其实来自竹字旁，这个偏旁。这个部首，就是竹字旁的这个中文的写法，它是个什么意思呢？你看着啊，它非常有道理。在英文中，T 这个逻辑，它所表达的就是走、进行、过程和路径。都是来自于“走”这个概念，走、进行、过程和路径，这是 “T” 这个词所表达的最根本的含义。它能够最大程度的去解释由 “T” 这个字母所构成的单词体系，好吧？来，那我们来体会一下。还有啊，还缺啊，研究方言呢，嘿嘿。你没听过课吗？那个脏话，东西方的那个骂人的那个文明逻辑是吧？那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角度啊。比如说 to，这个不论是介词的 to，还是那个不定式 go to do，对啊，你才知道啊，跟甲骨文主旨很像的，就是很像的。那个我写不好，但是话差不多其实。to 去做，去做嘛，是吧？Go to school，看见没有？走向学校，to 啊，过程感，记不记得？朝它走去，不光是跟这个有关，各位再想一想啊，就是那个动词的不定式，那 I
want to go home， 我想要回家，它是不是也是表达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动词的过程呢？ want 跟 to go 是不是一前一后啊？看懂没有？看懂了发个 room 吗？你们在中学的时候，老师跟你说 to 有时候是介词，有时候是不定式，是吧？那么今天我想告诉大家，这两个是一回事，好吧？这两个没什么区别，它是一样的。我们以前是不是很纠结，说两个不一样，没分清楚过啊？今天希望你，它是一回事，只不过一个是具体意义上的走到什么地方去，一个呢是抽象意义上的，是吧？去做什么动词的这个过程，好吧？它本质上是一样的。那么 to t 这个概念表示过程呢，走啊，这个动作感，是吧？那么它有很多的词，你看着啊，这很多了 ，this that 这边那边，是吧？这种过程 ，there 那儿 ，then 那个时候啊 ，then 这个不好说 ，throw 扔 ，throw 看见没有 ？think 思维的过程 ，think 思路线。这些词我们不用管，这是比较简单的，就说说而已。还有 take 去拿 ，till 直到，看见没有 ？till 这还有 until 这样意思吧？这样见过吧？直到，什么叫直到啊？是不是时间的过程呢？直到什么什么什么时候 ？till today 直到今天 ，until today 看见没有？还有 together 走到一起来，看见没有呢？团结是吧？在一块儿。还有这个 tide 这什么意思呢？潮流，就那个汰渍洗衣粉呢？潮流。潮流，有个犹太字，就这个词 ，tide， 潮流。在有道开个骂人的课，开了呀，冬训营就会讲啊，不是有吗？没看那课表啊？那个冬训营不是两种课，有一个那个就是叫必修课，各种做题方法、写作、阅读啊、完形之类的，还有一个选修课，就是有这个东西啊，有的啊，有的啊，嘿嘿嘿嘿，对的。潮流，还有那个 target， 看见没有？目标啊，目标，各位看看，来，所谓的目标呢，往前放的 ，so， 往前走，我要到达那个地方。task 任务也是一样的吧 ？task， 它都表示是向前 ，OK， 都表示向前，往前走，未来。甚至你仔细体会这种走它的感觉，还有一个我们最常用的词，各位同学们 ，time， 能理解吗？能理解，请发个 room 吗？这种过程感 ，time， 灰太狼，你这个排序不对，不是老师挖好坑，是老师好挖坑，是吧？哎呀。一不小心，说实话，来继续啊，来，好呀狗，我们要关注的不是这些词，这些词不重要，我们要关注的是，夏诗宝宝，你不要提这事儿行不行？讨厌，来，是一些构成的词根 ，term 表示走，我们来看一下啊，走。延伸，这是这个词的根本内涵。延伸，来，我们来看啊。首先，来，我们一起来延伸，就是伸展运动，预备起，开始了啊！来，延伸，你现在学单词，其实有很多非常非常强大的武器了，已经。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延伸 ，extend， 这是往哪儿延伸？各位同学，这是往哪儿延伸啊？向外，对的，这是一个动词，叫什么呢？叫做伸展，或者是扩张。它有一个近义词，我们也很好理解，叫 expand，p 放置，记不记得？往外放，扩张，这两个词一个意思啊，一样的。extend，expand， 这是动词。基本上看一次都不会忘记了，看见没有 ？extend，
它的名词是这么写的，叫 extent，这是名词，叫范围。各位同学，什么叫做范围呀？所谓的范围就是扩张后的那个局面叫范围，对不对？我延伸到一定程度就是范围嘛，extent。它还有一个形容词叫做 extensive。扣去已经有了呀，已经有了，你再问客服去，明天问啊。那 extensive 这什么意思呢？叫广泛的。什么叫做广泛的？就是扩张很开的，对吧？扩得非常开的，广泛的 extensive。比如说，我们5G 逻辑英语学完之后，我们将做一件事情，叫什么呢？叫做 extensive reading。这是我们第五季要做的主题 ，extensive reading， 广泛阅读，扩张式的阅读。OK， 听懂了发个 room 吗？以这个方式去重新建立一个词汇的精神家园，其实是非常舒服的，对吧？好，继续那。按照我们的基本的规则，那既然有往外扩张，那就应当有往哪儿扩张啊？有向外的延伸，就应该有向内的延伸，对吧 ？Intend。那什么叫向内的延伸呢？我们讲过 ，in 呢、啊，它所指的是，它除了能够表示就是方向的向内。它还能够表示内心，心里面的延伸叫什么呢？叫打算、计划。OK， 你想一想，所谓的打算，是不是心里面我想去做的事情啊？延伸，抽象的延伸向前 ，I want to do， 各位记得吧 ？Intend， 打算 ，intend to do something，intend， 打算。它的名词是 intention， 打算。我们常用一个形容词叫 intentional， 这是故意的。什么叫做故意的呀？就是你打算好了的，是吧？内心有这个想法的，就叫故意的。It's intentional。OK， 好理解吧 ？Intention。Intentional， 好，那么表示这个打算本身，它就能是这个意思，就是 tend， 它本身就这个意思，动词，打算 ，intend 跟 tend 一个含义。比如我要去读书 ，I intend to read， 或者说 I tend to read， 倾向于读书。Tend to do， 倾向于去做。各位想一想，这个倾向于在逻辑上是不是就是方向啊？看见没有 ？Tend to do，tend to do， 是吧？好 ，tend 这个词的名词呢也很好记，叫 trend， 名词，趋势。慢慢体会 T 跟走的关系，同学们，足字旁，看见没有？趋势，各位请看这里，来，看这儿，看这儿，来，看这儿。看懂没？看懂了发个 room。走，慢慢体会，就是我讲的英文单词跟别的老师的区别。所谓知己知彼，你只有在一个真正的一个学术，一定是在研究自我的基础之上去研究别人，对吧？你不懂中文，不懂汉字逻辑体系，你怎么能够看得懂英文嘛？不要盲目的去自我贬低，是吧？两种语言其实很多地方都是相似的，都是融合的。好，继续来，
就是你会很容易在网上搜到很多人讲单词，讲词根 ten 表示趋势向前走，但是没有人能把它说清楚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一直到我产生，直到我出现。 OK， 来下一个，还有一个词我们经常用的 tent， 这什么呢？帐篷。 OK， 下面请各位同学跟我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帐篷跟伸展有关，延伸伸展，记不记得为什么帐篷跟伸展有关呢？对呀，拉开啊，是吧？帐篷的特点是不是撑开的呀？对，就是它支撑打开撑起来伸展 tent。 好，继续伸展拉扯，对吧？来，我们来换一种拉扯的方式， contend。 你看这个撑开拉扯就不一样，你看着啊，这个撑啊拉啊，你看它就是 con 了，这个 con 我们讲过是一起的意思啊，一起和别人，看见没有，包拉，一块嘛， con 共同啊，记不记得共同啊，那个 complex 复杂的，记得吗？在一块折叠，那一起拉，拉皮手术，那你拉我也拉，你拉我也拉，你扯我也扯，这是个什么意思呢？来来来来来，我告诉你啊，同学们，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词的最经典的翻译，叫做看懂了发个 room， 是不是特别的形象？同学们 ，content 竞争就是撕扯嘛，是吧？OK， 就是扯皮，对啦，中文还叫扯皮，对吧？扯皮，嘿嘿，你扯我也扯，看见没有 ？Contend， 对啦，纠纷呐、啊、撕扯呀、啊、竞争呐、啊、斗争呐、啊，都可以啊，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继续来，继续咯，下一个。就是你去看这单词其实蛮好玩的，那这次 pretend 提前伸展，什么叫提前伸展呢？就是提前把姿势摆好，这什么意思呢？这是假装，你仔细品味，你光你初看一眼觉得不可理解，这怎么来的呀？你仔细想一想，什么叫做假装？是不是你提前都已经准备好去这么做的呀？所谓的假装是不是提前备好的呀？ OK， 能理解不？假装啊， pretend， PRE 是提前，记不记得？ pretend， 提前就伸展好了，这个意思，假装很受伤是吧？好，这是 pretend内心的撕扯，撕扯，对，内心先撕扯好了，是吧？好，这是 ten， 就是表示竞争呐、啊、，intend。还有很多词以后会看到，就是我们不把它讲全了，你大概知道就可以了。比如这个 intensive， 就是紧密的。我们刚刚讲了一个叫做 extensive reading， 这叫广泛的阅读，记不记得 ？extensive reading 就所谓的泛读。那么什么叫做 intensive reading 呢？紧密的紧致的阅读叫什么呢？就是所谓的精读。 OK， intensive reading， 精确的紧密的，是吧？收得很紧的 intensive， 根本撕扯不开的，就这个意思。嘿，大学有这个课是吧？还有很多 attend， 特别多这种词 attendattend 什么意思啊？参加。什么叫做参加？各位同学，是不是走过去啊？看见没有？ attend the meeting， attend the meeting， OK， 参加这个会议啊，走过去嘛， OK， attend，
开始它。参加嘛，不就这个意思嘛？练习是吧？Attend the meeting，走过去讲讲话，好不好？就这个含义，这是 TEN 这个逻辑结构。然后还有一个词，我们在之前的时候讲翻译、讲那个公式的时候，在第一季见到过，第二季啊，就是有一句话，我说你听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对美国殖民地的一个长期的历史的观点认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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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导致了，最终产生了导致美国革命的紧张局面，各位有印象不 ？Tension， 紧张局面，对吧？紧张这是名词啊，紧张 ，tension， 这次是第二次看见了，下次再看见就应该记住了，三次就 OK 了。彻底进入灵魂深处，对吧 ？Tension， 那为什么是紧张啊，同学们？什么叫紧张啊？啊，各位请仔细看这个字，张。张的本意是不是就是撕扯呀、拉伸呐、紧张，一拉紧它就张开了吧 ？OK，the tension 就是拉得很紧的这个局面，延伸撕扯。来自于走这个基本概念趋势和倾向，好理解吗？紧张拉紧嘛，拉紧它就会张开，好，这 tension。 甚至我们在语法中说时态叫 tense， 对吧？时态，但这个词我们见的比较少了，都是用中文写的。时态为什么是它呢？很简单，所谓的时态来自于 time 时间，它所描述的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发生的各种事情啊？ tense 时态，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看懂没有？看懂了发个 room， 都是一回事啊。time 延伸的过程，时间观念。希望你能真正体会到我这个研究的强大。我们能够解释很多事情，它不能解释全部，但是已经非常强大了。好，这是 tense 呢，这个结构还有很多 tense 的词，我们以后在生活中会在我们的那个平时的讲外刊的新闻的时候啊，会再次看到它们，好吧？我们不要把它学那么多，你记不住的大概就可以了。 OK， 下一个 tempTMP， 哇，今天这个拖堂比较久了嘞，各位助教辛苦了。那么这个来自于什么呢？首先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在什么地方看到这个组合比较多？在电脑上有一个叫做.tmp 文件，各位记得不？是不是啊？就那个临时文件夹，记不记得？好，我们来看它什么意思呢？它同样来自走，延伸，过程。那么这个走和延伸过程，他们共同表达的是指向同一个概念，这是我发现的，没有任何人讲过，这是我发现的，就是日。名词啊，不是动词啊，来换个词吧，里面有人误解，受不了，就是太阳。太阳 ,OK,the sun。太阳，好。首先为什么是太阳？它跟过程什么关系呢？各位请想一想。太阳的本质特征是不是它从来不会固定在某一个点上？人类所能够体会到的这种流逝感，在本质上是不是来自对太阳的这个理解啊？各位能理解不？它永远都是一个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而不是稳定不变的吧 ？OK， 永远是一个过程。太阳，好，我们来看到
那么太阳会延伸出哪些词呢？第一类词它所展示出来的就是太阳本身，比如说这个词 temple 太阳神庙，又叫庙宇，对吧？哎，庙怎么写的？庙哦，这样的是吧？ OK， 庙子庙宇，提笔忘字很正常，完蛋了已经。现在不光英语写不好，汉语也写不好了。所以单词量一定不是你会写的词汇量，各位记住吧，认识就可以了，不要追求会写啊。这个时代不需要会写 ，OK？ 这个时代不需要会写，好不好？是吧？好多字都是一样，好，中文都不会写了，是会想起来。来看看，可怕。不是文转理，是因为生活用不上他们了，总是打字嘛，总打字嘛，是吧？电脑时代就这样子的，越来越不会写字了。好，这个是庙的意思，最早就是纪念太阳神的地方了。那么你各位请看好，你看着啊，这个庙子啊还有更神奇的一个含义，这个我想了很多年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呢？就是太阳穴。我问过一些学中医的学生，就这个太阳穴是后来的人发明的，是在古代时候就有，他们告诉我这个在过去的时候就已经被称为太阳穴了。那我就很不理解了，因为英文把这个地方也叫 temple 太阳穴，也就是说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过去的时候都是把这个位置跟太阳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巧合，对吧？为什么呢？灰太狼，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哼，我真想不通这个是为什么，我真想不通。各位可以说你的观点，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挺神奇的，真的，就是两种文明相隔这么远，对吧？居然在这个角度发生了重合，这个位置跟太阳有关。So why is that? 我也不知道。圆的，太郎，你屁股也是圆的呀，为啥不叫 temple 啊？是吧？这个不是翻译的，一直就这样子的 temple。好，继续。那既然这样呢，太阳对人来说是一种崇拜的力量，对吧？所以这个词又出现了。Temptation， 魅力。就是吸引人过去的力量 ,Temptation。动词是 tempt， 诱惑。这是我们学的第二个诱惑了。第一个是哪个词还记得不？那个 new。柳纹是吧？线条，引诱，是吧？比如说，我们写个句子，你看 ，you are to learn English。you are tempted， 或者 you are lured。你被诱惑来去学英语，用这两个词都行 ，tempted 或者 lured。希望你这次最起码把 lure 这个词应该记住了吧，同学们，一条长长的线，对吧？这方一个诱饵，对不对？啊，先报第一季，好，先听公开课啊，再报第一季，再报第二季，然后第三季，哎呀，不想学了，哎，送个小礼物嘛，是吧？然后第四季啊，又不想学，哎，再送个小礼物嘛，然后第五季，看见没有？OK， 一条线慢慢的往里头跳，是吧？就是它。好，那么下边呢，我们就会看到另外一个词叫 contempt， 这是我们将会学的第一个
CON 表示相反。我们在之前学的 CON 是不是一块一起的意思啊？但是这个词还有相反的意思，还有相反的意思，其实特别好记，它特别少的啊，特别少。我们在哪儿见过呢？有一个有，哎，等会儿我嗓子有点说不出来，等会儿倒点水，等会儿啊，你想一想，在什么时候见过 CON 表示相反？来，啊，那个 contrary 肯定是的了 ，on the contrary 正好相反，对吧？On the contrary， 还有一个 in contrast， 这也是相反的意思吧？啊，反面嘛。这两个估计好多人没有见过，有一个是我们都见过或者至少听说过的，就是 CS。对了，嘿嘿嘿 ，Counter Strike，UN 一样的 Counter Strike， 对打，看见没有 ？CS。反恐精英其实不是的，就是对打的意思 ，contra 所以呢，这个 CON 呢表示相反，其实都来自于它不是 CON， 它并不是 CON， 它是这个 CONT cont， 看见没有？表示相反一定是 CONT 在一起的。这是相反，好吧？来，这所谓上钩了，就这个意思。Scarlet， OK， 这不是缘分，这叫上钩了，好不好？那么 contempt， 这什么意思呢 ？Scarlet， 第三季还跟不？来，不是 con 表示相反，是 counter 表示相反。contempt 跟崇拜相反的，这叫鄙视。对啊 ，cont c o n t 表示相反，并不是 c o n。OK OK， 懂了没有？鄙视嘛 ，contempt， 动词或者名词都可以，鄙视。好，这是跟太阳有关的，是吧？日，来继续啊。这是跟太阳有关的吧？我们将讲到的不光是跟太阳有关的，我们还要延伸出别的意思。那么这个太阳它可以跟什么有关呢？首先它跟时间有关，就是 time， 对不对？你想一想，古人是怎么样看时间的呀？现在在北京的建国门呢，依然还有一个博物馆，上边还有一个小工具，就这个样子的一个盘盘，是吧？上面画一根针竖起来，然后呢会有阴影会布设出来，对吧？就是那个日灸。 OK， 日灸、好，我上次去那儿玩的时候，那个门口还有几个二逼文盲在那拍照自拍啊，还在喊，哎呀，来这看来，快看看这什么地方，日出。日出，我去，我在日出合了个影，是吧？日出，哎呀，文盲尽量少说话，对吧？对啊，日归，对啊，咋啦？哦，日哦，说成日灸了是吧？不好意思，说错了，那时候我认识啊，日归，对对对。来，所以。它在本质上不是口误，那次我认识，真认识，日归，啊，一说话就说漏了，这样，我刚刚说的是日灸吗？瞎扯是吧？日归啊，那，就这个人呢，对，老讲那个笑话去了，这个
人最早期看时间就来自太阳这个概念。那么太阳这个时间概念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不是一个慢慢的延伸的过程？看见没有？对吧？所以说我们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由 TMP 所构成的时间概念，比如说第一个 temporary， OK， 这个见过吧？是吧？ temporary， 临时的、暂时的。哎，为什么是临时的？你想一想啊，太阳的特点是不是它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个地方，是不断往前动的呀？啊，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大概就这个意思。那词各位记得不？消逝 ，elapse， 是吧？光线跑完了，记得吧？临时的。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前面加个 con 了。contemporary， 这什么意思呢？同时期的。contemporary， 同时期的。这好理解吧？比如说我们在报纸中可以看到，比如 Hey is a contemporary writer of 鲁迅，他是鲁迅同时期的一个作者，好理解吧？同时的，当时的。好，这是时间概念，继续喽。还有一些时间概念，我们看着，比如说 tempo 这个是啥呢？如果你弹钢琴的话，那么这个玩意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般来讲就是会放到钢琴的这个位置，是吧？放这儿，大概这么个形状。OK， 就那个节拍器，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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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节拍器啊 ，tempo， 节奏，节奏。好，大家想一想，节奏这个词的概念是不是完全跟时间是有关的呀？什么叫节奏？好理解吧？时间，对不对 ？tempo， 一定是时间。还有这个 template 样本，就是临时用的事情，是吧？听累死了，天哪！你想想我呀，这位同志，是吧？听都听累死了，这是跟时间有关的这个概念 temporary 临时的，同时期的，当时的 tempo。 好，哦，刚才那个吸引还忘了讲一个词，就是那个 attempt， 记得吧？尝试去做，就是跟吸引是一样的，就是尝试嘛，被勾引去做嘛， attempt to do。 那么我们继续看咯，这个太阳除了跟时间的概念有关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概念，它是不是跟温度有关呢？ OK， 太阳带来光和热，对吧？光这个概念并没有跟它有关系，因为我们已经有非常强大的 L 这个词了，对不对？是吧？线条，光线，上帝说要有光嘛， Let there be light， 所以这个没关系了。但温度一定是它，比如说温度这个词本身 temperature， 你想你把这些串起来之后，是不是会感觉到特别的舒服啊？它完全是一致的，发现没有？ temperature， 温度。还有一些温度很高的情况，
极端温度 Tempest EST 是不是最高级，对不对？ Tempest 这是一种极端温度，叫风暴。 Tempest 温度热量。好，那么温度又能够去指向什么问题呢？下一个词又出现了 temper， 当然你需要结合起来嘛，望穿秋水，这个得必须结合起来。学达尼西班的那个词更加关注于就是对考试来讲所关注的话题。temper 是什么呢？书的人一定会有，肯定会有书的。罗金宇的书已经完成初稿了都。temper 脾气，脾气。好，那么脾气跟温度有个毛线关系啊，各位同学们。哎，脾气跟温度有个毛线关系啊，嘿嘿嘿嘿，这好理解，同学好理解吧？热嘛，同学，中国哪些地方的人脾气很大呀？很热的地方，发现没有？比如我的老家湖北的省会城市武汉，是吧？典型的脾气不好，整天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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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逼，对不对？啊，重庆，看见没有？是吧？这些长沙，看见没？就是这些地方的人，这个武汉的女孩子不说话还行，一说话都是一种土匪气，原生态的放养的土匪气，对吧？充满杀气，哼。东北不一样，那个他不是脾气不好，是比较懒，不爱吵架，只爱动手，是吧？这个不同的。好，所以说温度跟脾气一定是有关系的，我想这各位能理解吧，是吧？你想想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的脾气是不是会烦躁一些啊？夏季，对不对？会比较烦躁一些，对吧？躁动嘛，躁动。你看躁这个字本身是不是就跟火有关，看见没有？火。而且中文说脾气不好是不是也说很上火呀？各位同学听懂没？上火，脾气，脾胃管火，慢慢体会逻辑的强大。是不是啊？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上火嘛，火气旺 ，temper， 脾气，火大。所以发脾气叫什么呢 ？lose temper，lose temper。对，你看那个非洲人，你看那个音乐就知道，就是寒冷的地方节奏会比较缓慢。你看俄罗斯的音乐，你听一听柴可夫斯基，对吧？那种荒野的孤独感，包括那个如歌的行板，我比较喜欢听，就是古典音乐嘛。如歌的行板听过没有？哇，那个听起来就是会让你想起你的一生当中所经历过的所有的那种感情的触动，如此缓慢和悠扬，就像俄罗斯远东那个荒野一样的感觉，对吧？广广袤无垠，缓缓的流淌。但是你听一下非洲音乐呢，各位是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的？躁动不安，看见没有？是吧？非洲人的音乐是不是这样子？躁动不安，在那蹦个不停，在那抽风，对吧？嘿嘿，跟温度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那么最后我们就会看到，桌子跟凳子一看就不是一个材质，不对啊，一样的呀，桌子也说是全套的黄花梨的，桌子也是的，全套全套全套，好吧？这儿都已经磕坏了一个角了，已经。有一次那个，就这儿，你看啊，上次扔那个扔话筒给磕坏的，那个给各位看一眼，我心疼死了，快。这儿，大家能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就这里，啊，有一个坑，这里，就上次扔话筒磕了个坑，哎呀，心疼死我了。哎，无所谓了，无所谓了。哎呀，这些东西嘛，是吧？都是身外之物，坏就坏了，无所谓。弹古典音乐弹不好，我会喜欢听，会唱。我喜欢唱歌剧，但是太难听了，一般只敢一个人偷偷唱。为啥变帅？因为把美颜相机去掉了。恢复真容就帅了，是吧？那么既然脾气是他，temper 脾气，那么就有另外一个词就出现了。你看着啊，我这个不是海南花梨，所以还没那么贵，是越南的。如果是海皇的话，这得至少得50-60万了，得很贵了就。没那么贵啊，一般，10-20万块钱而已。下一个就是。脾气又能够决定什么事情呢？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最后一个词，太晚了，不多说了。temperament，这儿，temperament，PDSTN，中枢变化很大，原来好正经，现在圆溜溜的，哈哈哈哈哈哈。以前是装的，好吧，一直这样，好吧，OK，temperament，这什么意思呢？脾气将会决定一个人的什么呢？同学们，气质，或者叫修养，它是一个抽象名词，加长了，ment，是吧？名词后缀，抽象化了，气质和修养。大家能理解不？气质和修养最大的是不是体现在脾气上面呢？不要随便发脾气，对吧？妞子，妞子，说你呢，啊，别动不动嘟嘴巴在那嘟一下。OK，脾气修养。这是 TMP 这个逻辑，我们会发现它是不是完全来自于对太阳这个词的理解，就是这个运动过程，看见没有？运行过程。那 T 还有没有呢？哦，当然还有啊，还有很多同学们，比如说 tact、protect、contact、detect，还有 trans，这个见过吧？交通啊，transportation，各种 trans。都是跟走有关，看见没有？还有 tract，我们刚才看过一个词叫做 extract，从自然界当中所提取出来的法则，记不记得？往外拉、延伸、伸展、拖出来。OK，distract 上次也见过了吧？就是误导，就是分开去引拉扯、拉开嘛，误导。OK。这种词还有很多，还有 contract 等等等等的，还有这个 trib 给予，这个伸展，伸出手去。T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它的逻辑体系都几乎来自于走或者是伸展这个基本内涵，就是中文这个足字旁或者是走字旁，对吧？那么接下来这个体系。讲不完，T 太多了，一次根本讲不完。我们实在不能再拖堂了。
因为实在太久了，那助教也受不了了，我也受不了了，好吧，我们再重申一遍，最后做一次广告，第三季我们将会用绝大多数的重心来关注词汇本身。 OK， 那我们在第三季再见了，别着急啊，还有很多东西，所以我这个嗓子有点扛不住了，好吧，不能再讲了。希望依然能够保持干货满满这个基本状态，好不好？ OK， 明天又是周一了，明天我们继续读外刊啊，明天继续读外刊，好吧，助教辛苦了，助教辛苦了。逻辑英语课程在有道开课以来已经成为明星课程了，创造了一个一个的销售奇迹。昨天还有人问我说，你怎么卖这个课的，你是不是有各种商业方法？我说其实我没有什么商业方法，我的每一种商业方法都是把它摆出来给同学看着的，我从来不搞什么阴谋，都是阳谋，对吧？比如说我们要怎么优惠啊，我们要怎么样去挖坑啊，我都会告诉你。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钟书在这个课程的设计和讲学过程当中所能够体现的诚意本身。希望大家能够在每一节课上都能够感受到钟老师的深深的诚意，好不好？如果你是不同的用户名买的，那没关系的，你就找客服去确认就可以了。外刊在群里啊，不是有群号吗？还没加是吧？没加过第一个群，请加第二个群，群号是5304-44116，然后那个验证信息是秒懂英语，同时你可以把微博关注一下钟书工作室，好不好？带筷子，自带筷子 ，OK， 自带筷子。对，你不需要确认的，你只要报了三季，我们都会有你的数据，好不好？请相信，我们是一个网络公司，我不光有你报什么名的数据，我还有你多少课听了直播，多少课听了录播的数据，我还有你录播听多少次的数据，我还有你有没有把录播在不同地区分享给别人听的数据，我都有，你放心啊，哈哈，都有啊。这个数据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很有作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大数据有什么用呢？东讯云当然可以报啊，我的课程其实你要学知识都可以来嘛。比如说啊，我们以后还有另外一个数据，比如说我马上要出一套书，这个书就是逻辑英语的这个教材。逻辑英语教材呢一共分成三本，三本加一块多少钱呢？是198元，非常贵。贵吗？我觉得不贵，因为这个时代很少有一本真正有价值和内容含量的书，大部分的书都是拼凑在一起的，对吧？那么跟厚薄没关系啊，跟厚什么关系啊？我说那么这本书我们不打折的，一分都不打折，而且不包邮，你自己出，爱买不买。那么这个书跟大数据什么关系呢？你不用买，也许我们会这么去操作。我举个例子啊，这不一定会这么干，只是也许，好不好？比如说你买完了5G 之后，如果你把我们这个课程推荐给别的同学去过来学习，你的亲戚朋友之类的，学英语吗？来上个课啊，真特别好，来吧，是吧？那么你推荐他报了名，你给他发个推荐码，他通过你的推荐点击报名的，我们就能够知道是谁，哪位同学推荐了谁来报的名。 OK， 那如果你这么热情帮我都推荐了，那我就把这套书送给你作为我的回报。各位同学，这就是大数据能够起到的力量。 OK，我只是举个例子，好吧，是不是这么做咱再说。 OK， 怎么推荐你放心，我们会有强大的技术力量会实现这一点。OK， just an example， 举个例子啊，希望能实现，我一定会尽力促成，好吧。
奸商会大数据，拜托，我是学软件的，好不好？慢慢来啦，我就我们想把这个课程五 G 学完，送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啊，不是这个，是那个，我们不是说过吗？记不记得？不是说过吗？我们做的是翻译软件的基础研究，就是核心算法研究。学完五 G 送的是别的东西，不是这个，不一样的。我们内容东西很多的，就是我希望这个课程变成一个就是很好玩的事情，好吧？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好，就这样啊，睡觉吧，睡觉吧。我再说一下，如果你的那个基础特别的差，很多基本概念都不知道，那么你就可以去参加我们那个学渣逆袭班。如果你是中学学生，请参加冬训营，我们会有很多做题方法，好不好？嘿嘿，没有，这个事情还没有定下来呢，顾令同学，别着急，好吧？别着急 ，OK， 还早着呢。拜拜，拜拜，走了啊，睡觉，睡觉，睡觉。第三季再见喽，拜拜。助教辛苦了，拜拜。圣诞节快乐 ，OK。